会疼吗？嘿，倒位疼？脚床哦。嘿。哦，脚床在疼啊，所以无。是几点？几点？几点无？还是偌大点？疼吗？倒位疼？脚床哦。哦，脚床在疼啊，所以无。是几点？几点？几点？几点无？还是偌大点？还是啥啥啥？我到你家呢。我到你家，我今天刚做好，今天刚好好做好。咁外面啊，我这是对台啦。啊。有些讲我疼。要讲会听无？啊，得啊！讲一句，我就应足侪句。你啊应足侪句来听，讲到底要讲啥了？对啊，啊。我嘛足侪岁啊。五十几岁啊？啊，你几岁啊？八十三。哇。啊，你嘛够勇敢啊！我都运动。